顶尖高手的必杀技扫面法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山杀过来，这个山杀过来，这个山下来，这个就是山。再来呢，这个是过来，这个是上来，这两个有事，这不能有事，这不能有事，这个就是四。那我们到 A3 A2 啦，是63配，这边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是六，这边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是六。 OK， 再来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杀下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六。来，那我们到 A2 是什么？48配， A2 是48配哈，这边不能放八，这个就放什么八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第二宫哈，这个是过来，这个是过来，所以我们可以判定 A1 是什么？45配哈，这个就是什么五，这边不能放五，这个就放什么五 ，OK。那 B3 是什么配？56配，这个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就是一。那我们看第二列差多少？178哈，这边不能放一嘛，那这个就放什么一 ？OK， 那 A1 是什么？45配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呢，这个一杀过来，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杀上来。这个就是一，那我们知道 B3 就是什么配呢？18配哈。这边不能放八，就放什么一，这就放什么八。OK， A3 是18配。那我们说的这个中间这个里面这第二列没有八嘛？那这个就要怎么样？这边不能放八，当然这个就放什么？OK， 那这差一个就是什么？这第二列这个差一个就是七。OK， 那我们说的第八行差一个就是什么？九。那我们知道 A1 是什么配？19配，这个就是九。OK， 那再来这个九杀下来，这个九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九。那我们说的B1 是什么配？94配哈。那我们知道 A2 是往下的，那 A2 是什么配？48配哈。那这边一定有4嘛，那这边不能放4，这个就放什么4。 OK， 那再来呢，这个这边也一定有九，所以这不能放九，这也不能放九，这就是放什么九？我们说的49配，哦 ，OK， 哦 ，B3 是49配哈。那我们说的第二行差什么？123哈，这边不能放13，就放什么二 ？OK。那我们看第三宫差什么？23，这边有2就放什么3，这就放什么2。OK， 那第六宫差什么？27，这边有2就放什么7，这就放什么2。OK， 那我们把 A2 是什么？19配哈。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哦。再来呢，我们看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上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下来，这个就是七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看哈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七杀下来，这个七杀下来，这个七过来。这个就是七，好，那七怎么样 ？bingo 了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边呢，这个八杀上来，这个八杀上来，这个就是八。那我们知道 A1 是什么配？45配，这个就是四。
啊，那我们这 A1 四五配的时候，七多乙的，既然七多乙表示什么配？八六配，八六配哈，这边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是什么六啊？那这边呢？这个六怎么样？再来看这个六杀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就是六。那我们看再来呢，哈，这边呢，它这个六这边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放什么六，这就放什么八 ，OK。那我们看这边差一个，第二宫差一个就是什么三。好，那我们更正哦，因为 B1 不是两个一样，它是三个一样，九四六九六四，这个就是什么四。还有什么一三八，这个就换什么八。哦，那再来呢？还有什么七五二哈？这边有五就放什么？这就放什么五，那这个也放什么二 ，OK。那再来呢，这个二杀下来，啊，那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再来呢，这个二杀上来，这个二杀下来，这个就是。二，啊，那我们知道 V2 是什么配哈？三二配二三哈，这个就放什么三？那三二配六多一表，既然六多一表是什么配？九四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九？这边不能放四，就放什么九？这就放什么四 ？OK。那再来呢？哦，九四配八多一点，既然八多也表示什么配一五配，这边有一就放什么五，这就放什么一，那这边有五就放什么一，这就放什么五 ，OK。那 S D 是什么配？六八配，六八配，六八配，七多也，既然七多也表示什么配二九配，这个就是九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知道也是什么，也是什么四五配，这个就是什么，哦，这边四五，哦，来这个也是什么，这个又是。那我们说的刚刚说的那个 B1 是什么一三八，哈，一三八这边有一就放什么三，这就放什么一 ,OK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三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分享出去使更多人受益。期间体力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书读顺序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，麻辣。